Hello， 大家好，多谢大家收睇呢段插花嘅短片。我喺教会认识咗好多有插花心得嘅姊妹，佢哋用咗好多爱心同埋耐性去教我。等我而家同大家分享啦。今次定嘅主题就系花无缺。好啦，我哋一齐睇下今次插花有咩材料先啦。而家我哋可以先修剪一下呢啲花先。咁究竟每枝花需要剪几多呢？我哋可以拎一枝出嚟，估计一下你个作品会出现啲咩高度，剪完当整体嘅效果你觉得系舒服同埋和谐，咁就 OK 啦。花泥方面可以按住杯 size 去预计翻，切一个合适嘅大细，收翻四个角添。我会铺少少保鲜纸喺杯身里面。咁留意翻，有时花泥咧摆得耐，未必会全嚿花泥都可以湿到嘅，都继续可以用噶。嗱，只要插完花之后淋多啲水，咁就 OK 啦。而家将羊毛丹放喺正中，较大嘅可以摆左右两边。咁花嘅面向可以各自有啲啲唔同。再用组合原则，将 size 细嘅玫瑰摆埋一齐，同类嘅花摆埋一齐咧。效果是会突出很多，我们都一样的，有同伴的支持，弟兄姊妹啦，亲朋戚友，今次这个插花的茶壶呢，就是教会的姊妹之前送给我生日用来鼓励我的，也都有少少心得啦。在插花之前，如果杯身的颜色已经很丰富，那花材的颜色呢，就可以揀回呼应回茶杯，咁成个作品睇落就会好舒服、好和谐。如果想插一啲简单嘅款式咧，推介可以用简单呢个蓝白格仔嘅茶壶，用抢眼嘅蓝鹰做主花，配搭呢个醒神嘅黄鹰去撞色，用情人果、无忘我做呢个嘅配搭。完成啦，我系 Alice 啊，2020年嚟到尾声啦。在今年的疫情，全球的人类都面对很大困难和挑战，藉着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的月份，很想和大家分享，花之所以无缺，因为天父爱他一切的创造，而天父更加是爱我们每一个人。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在神的爱里面一无所缺，即使面对不同挑战，依然可以依靠神喜乐去面对，因为神爱我们。希望大家喜欢今次的分享，记得来我们高飞社的 IG 看看，还有很多惊喜等着你去发掘的。